啊，你弹上去，你弹上去。喂，射！哇呼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瑶瑶。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考古模组，耶！耶！我刚以为他开头的时候不见了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在那边找他找不到、欸，你说我可能就这样吗？喂，就跳走了，好烦哦、喔！你可不可以跳上去？我来看我这把弓不会下降的箭矢，可不可以打到你好了？不行，那我一定变成标靶问号。来，你弹上去，你弹上去。喂，射！哇呼！对不起。你想说什么？不是你想说什么？可是我也是两颗星，不是啊！我想说他箭矢不会下坠啊，所以瞄这种空中的掉落物应该蛮好打的。我们今天要来改造我们的基隆。基隆，你为什么要改造基隆？因为上次开台前，物基老师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建议，说我们可以把箱子这边的鸡蛋直接接一个管线之类的，接到发射器。它就可以自动发射，我就不用每次还要把我们这里变成高科技的那种自动化工厂吗？每个人都这样，我就不用每次在开箱子，然后把东西拎出来。那每个人都恨不得把它变成这样子。可是其实我觉得高科技真的蛮不错的啊，为什么高科技不好吗？高科技没有，就是你想想嘛，我想古代人在敲石头比较不用动脑，还是现代人做一台机器，然后你还要去操作它那种比较？可是效率啊。可是你要有那个脑袋变成。现在再说，那等一下，你有两颗那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小任务吗？完蛋了，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先骂我怎么办？你们要先答应不能骂我，我才要跟你们讲我的任务是什么。好，好，什么任务？好，就是我给你们一人呛你，一人一把这个，然后用尽你们的力量去破坏它吧。又得玩拔刀剑，就把它破坏掉。不管怎么样，去把它弄断，去把这把刀弄断。你说把它破坏哦？不是，我说把它弄断。我要，直接丢掉。丢到垃圾桶里。哦，好，还好，把它弄断，去把它弄断。为什么？没有，你等一下不是要改造基隆吗？你也可以拿这个刀破坏东西，反正用尽你一切办法把它弄断就对了。你有什么毛病？然后弄断之后剩下来的产物给我，谢谢。你到底有什么？没有，你就把它弄断啦、啊！我只是要有多少啊？要这么简单而已。它60不会啊，各位观众，我这个要求有很过分吗？还好吧。哎呦，有你要问他们？不是啊，就把刀弄断而已啊！你们不是很爱破坏东西吗？那就让你们把刀破坏掉啊！好哦。啊，来了，兔子一人一把，把东西破坏掉。我怎么咬？干嘛？怎么拔啊？我要先按手。那手上他妈变两个竹块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哦，对，我画面上都是两根竹块。我画面上也是两根竹块，为什么啊？要怎么先拔啊？啊，你可以左键右键都可以，你也可以拿去挖土，反正不管怎么样破坏掉它就对了。给我竹块干什么啦？那个不叫竹块，好麻烦。好啦，给我。好麻烦哦。好啦，给我啦。哎呦。被戳到了，谁在那边种仙人掌的、啊？这样会控耐久吗？这样会控吗？不会。那你打他干嘛、啊？测试啊。不是啦，因为我想跟你们讲吼。会卡，你知道吗？卡什么？我拿这个竹块会卡是哦。会突然卡一下。好吧，那不然给我吧。本来就是给你做。他有跳低有跳低是代表在那个。自己做一种武器给自己玩，然后不是啦，等一下，然后我跟你们说明一下好不好？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打中介龙不是打到一把按摩刀吗？你们打按摩刀啊？他们是不是又要当我是智障了？是。我们我们不是打到卖差啦。我说我们不是打到一把研磨刀吗？观众都说要修他啊，然后我就因为打铁玩太久了，都忘记怎么修了，就去看了一下，发现，你们就把刀破坏掉吧，我就有办法修它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把这个刀破坏掉，然后之后我来负责修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那我也去想办法弄坏它，这样可以吗？公平。好，我不是啊，有在耗耐久吗？你只要看它那个蓝圈圈有在跑就好了。
蓝圈圈？对啊，拔刀好像没有啊。那就看你啊，因为你拿去破坏东西，应该是可以啦。你拿去破坏东西，它就会扣耐久啊。我实在是看不出来怎么看耐久啊。就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功用叫什么？那个按键 ，Ctrl 加 O 吗？Ctrl 加什么烤乳猪啊？这工伤？什么 Ctrl 加 O 来？你怎么听到烤乳猪啊？没有啦，我在回屁孩，我不在回你啊。Ctrl 加 O 应该就会显示耐久。不是啊 ，Ctrl 加 O 是打开 JEI 的啦。哦，北齐哦，不是那个啦，是麦克原本的功能啊。F3 加 H 吧。好啦，如果很麻烦哦。欸不是啊，破坏一把刀很麻烦。好啦好啦，如果你破坏不掉，等一下我来，等一下我来。我可以打石头吗？这样有破坏他的感觉。可以，反正不是啊，我觉得把刀破坏掉还好吧，我觉得我没有虐待他们啊，各位观众。50/60。对啊。我懂了，我一直在找他的耐久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有没有各位观众破坏掉这把刀就是会掉那两个刀魂锭啦？我就是要那个东西而已啦。你看，不是，就是叫我们当劳工人给自己玩。没有，我要修按摩刀给你们玩，你要我讲几出？但有修理奇哥东西给我们玩嘞。没有啊，就按摩，不是研磨刀，好不好？研磨刀可以吗？不行。你今天修这样啦？我只认你按摩刀。我要拎着这个到处去砍树了。他干嘛、啊？因为他呈现好没有动力哦。啊，好啦，兔子，你先做你的东西啊，等一下我来就好。等一下我来就好。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一边在那个。你的龙是不是在水里啊？对啊，我的苍龙还在水里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想要等你好，就我要换我放、那個。到顶的时候就破坏了吗？好，对，到顶的时候就破坏，然后会拿到那个刀魂，你就给我就好了。改到那边，你怎么在看？气死我哎！然后等你那边养大之后，换我养巨齿鲨。我养大，你说把谁养大？你有巨齿鲨，为什么你有？有很久了，不是吗？真的假的、啊？好啊，那等一下，你帮我看，你帮我看一下苍龙几岁？如果可以驯服，我就去驯服它了。看不出来，18。拿书都要点右键，你当然看不出来，废话、喔。好生气哦、喔！好生气哎！北极有太深了，它在深海里了。深海的大凤梨里吗？对，深海里的大凤梨里。独角兽没有吧？我应该没有独角兽吧？我有吗？袋子东西还在吗？袋子东西还在吗？哦，还在啦。好，为什么身上有一把锈刀？他就是那个。不是啦，不要又怪我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这个什么绢布加绿宝石？绢布加绿宝石，这个可以拿掉了没？你放在工作台上放几集啦？反正没人要用就放着。哦、我要用工作台啊，大哥！那你拿走啊？多少啦？好，垃圾好多。其实你拿去右键打怪一下，它 一下就爆掉了。就是对了，因为我大声起来，马上就有人叽叽拐拐了。你在大声什么啦？你看，这个药魂铁定，这个三岁，那为什么吃我会吃？你说啊，白痴！等一下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他被苍龙咬死啦！好心帮他啦、你怎么不叫我看啦、你要被苍龙吃，你要跟我讲一下。嘿，来，我听到。你要出多少？我要出多少？好啦，我给你一只圣甲虫，好不好？不要。那你要什么东西？不想玩了，这游戏。考虑一下。啊，痛死了！他还在顾着跟女生讲话。兔子吃萝卜。好啦，我过去看。不是你苍龙，你要被苍龙咬，你要跟我讲一下。可以吃。他在顾着跟女生讲话。你确定？所以他现在还会咬人就对了。我要等他成年再那个啊，不然观众又要说我在那边对未成年的下手了。你是啊，我的天！你说他现在几岁？100万。然后我自己看，我自己看，他啰嗦。等一下，我怕我下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下去我会被他吃掉，而且重点是我身上他都可以，他都不能被吃，我就不是不是我身上有尖刺，等一下他吃我自己死掉。你太难吃了啊！捡一个不好吃，可以舞蹈人教你哦。不要，你也不要在那边成全观众，他们就想看我被咬死，你还在那边讲。怎样？你不是说观众想看什么，不能给他们看，不能对他们太好，怎么样？现在又要帮他们说话了？我没做过这种事啊！你屁！你这哇，现在还想洗白啊，冰鸟？洗白好，又到了日常喂食小动物时间。啊！我要把刀折断呢！天哪，我突然觉得折断一只刀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哎。屁孩，兔子已经帮我折断一把了，你要帮我折一把、啊？没有，你拿去砍树啦，那把刀就断你身上去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刚自己弄断两把，我现在我要弄断超多把的，你知道吗？至少八把起跳你要几个？我要弄断八把以上八把？你在讲什么话？我要弄断八只刀以上。啊什么？我要弄断八只刀以上。哦。哪里听不懂？
可恶啊，好烦哦！哎屁啊，垃圾人不帮我，一天到晚帮我挖红石，然后帮我弄断刀就不要，帮我挖红石。现在用重的了啦。哎，对，兔子，你那个发射器，你要不要做一台？有观众说可以发射器射骨粉，然后就直接无限红石了，自己动了。这么废吗？哎，对，我们现在什么都讲求自动化。哎，我忘记发射器怎么做。你可以用 JEI 看一下啊，那 JEI 那。我现在呈现一个痴呆状态，真的是痴呆状态。啊，对，我要弄断九把刀。好哦，很麻烦呢、欸，我在那边、啊、算了，搬砖了，白痴哦、喔，搬砖。我直接上去跟他们对干好了。哎、欸，对，等一下，兔子，你说你的平底锅是大师级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我想偷拿去玩呢、欸。没有，我的拔刀也是大师级的了。好哦，我等一下要来装圣甲虫了，恭喜呀、啊、恭喜！对对，我就是自私自利，我就是自己玩，怎么样？传输管道好多、啊。白痴，隔壁也在做一样的事啊！啊？你们都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我要做管线啊！哎、欸，你们要自己玩呢、欸？我刚刚就说我要做管线了。哎、欸，屁孩，那你帮我做一个东西出来好不好？不要啊！不要。好，不要。那管线要怎么用？一个箱子，两个酒桃。哦，要好几个箱子、救命啊！现在好痴呆哦。在干嘛？好高兴啊！不是，我要修那个，你知道我要修那个东西要有八个药魂铁锭吗？啊，这个药魂铁锭我还要一个药魂铁锭要四个刀魂，所以总共我要打到32个刀魂，我要弄断32把刀哎、欸！太多了吧！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